大家好，我是慧思。在2012年3月，我做了经络检测，那时我的经络能量指数非常低，我的情绪不是很稳定，紧张、易怒，睡眠品质不是很好，一点风吹草动我就会醒来，每天带着很疲倦的身体回家，生活很没有活力。后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，我听到了一个朋友，他分享了一辆车、5000里速、10000里速，我们都懂得拿去维修，那人呢？老实说，这句话一人惊醒梦中人，我决定好好爱护自己。过后我决定拿这个大量的伊娃来做调理，我也配合了按摩理疗。在2012年12月，我再次做了经络检测，这时我的指数已经恢复到正常，然后我的睡觉的问题、情绪方面都有的改善。当然我很开心，我决定继续的使用 EVA Cream。 在2013年、2014年的检测中，我的指数都是属于正常的， EVA 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平时我带我的孩子出门的时候，会被人家误以为是我是他们的姐姐，当然这一点我觉得很引以为荣。为了要使我的青春延续下去，伊娃已经成为我的青春日用品。谢谢。